Hello， 大家好啊！啱啱过咗年啦 ，Hello， 你哋好啊！系叶芬，呢度咧就系中央公园啊！你睇唔睇到烟花啊？下面呢度咧就系 Columbus Circle 啊，咁你见到，咁呢个就系中央公园，见唔见到后面啊？你有烟花咧？就系中央公园啊！2017年就到啦，同你哋过咗13个钟先至同你哋一齐跨年啦。見唔見到啊？中央公園嘅花，煙花。咁呢一年咧就點講咧？其實係哇，見到啲煙花啊，好靚啊！呢層樓咧，見唔見到呢層樓啊？這個樓呢是那個美國2017年的總統川普的大樓，下面很多人說新年快樂，祝大家。我們剛剛這邊在美國才跨年，在。这里还有那个哥伦比亚圆圈在这里，这里是中央公园，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烟花。2017年，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也是希望每个人都有新的进步，新的契机。时代广场也有很多人在跨年，现在，但是他们早上10点钟就要去排队，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去，只能到这里有一个看到一个烟花的地方。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看得到吗？在美国干嘛？我在美国，现在在读书。今天是放寒假，所以看到这里烟花。其实这里我的学校很近，学校就在这条街的后面，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们学的地方，所以大家看得到很多很近的这里烟花。嗨，大家就在这里过 party， 看得到烟花。新年快乐，大家你好。我是比较晚，我比你们晚了13个小时才来跟你们直播。大家新年快乐，在中国的朋友们新年快乐。Wish everyone happy new year. This is Columbus Circle. 这个是哥伦比亚，这是中央公园这一片，有烟花的地方。新年快乐！你们那边都是中午了，你们这边才过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这里多给我留言。其实很想大家在美国读书长时间，在美国没有机会回去，也特别想你们，希望也能够多给我留言。什么时候放假的时候吧？现在寒假比较短，所以我就没有很多时间。下个礼拜就开始了。在美国吃牛排吗？是，很多好吃的牛排。大家要看看这个 party。哦，看到气球了，是很多气球。The last time here。好吧，那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我有什么新年愿望？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能够希望大家。Hi, hello. I'm just curious now. Hi. Hi. It's live. Are we live right now? Yeah, it's live in China. Oh my God! Nice. Hey.Michael, I'm the host.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A lot of people saying hi to you. Just have a jolly. Just have a jolly. Okay, 那我就到这里吧。再见。
新年快乐。